12岁的鲁静从4岁开始练琴，至今已有8年了。8年来，当许多小朋友看电视、做游戏的时候，小鲁静却一直在练。为你们请来一位小朋友，他是石景山区古城二小的一年级同学，他叫鲁静。鲁静你好。金姐姐你好。啊，你好。今天给我们的小观众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啊？扬琴。哦，扬琴。那你从几岁开始学习扬琴的呀？4岁。4岁那么小，那你学习扬琴已经有4年了。我听说你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，是不是？那获得过什么奖没有啊？1等奖。1等奖什么1等奖啊？不太清。不太清，只知道自己获奖，是不是获奖太多了，记不住了。